龙是不死的，因为龙从不离开水。水就像直觉，没有形状，无法把握，却有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。我相信直觉，它是每个人拥有的无限潜能。它告诉我，不要遵循规则，而要创造规则。不仅用脑思考，更要用心感受。这是我改变一切的秘密，这是我被你们永远记得的原因。直走直觉告诉你的路，那才是超越成功的路。你是否有勇气追随内心的勇敢？你是否有勇气只做你自己的你？让心如水，兄弟，也许有一天你不需要用成功来定义，因为你已是变革者。 Keep walking， 尊尼获加蓝牌。